见老老怎么回事？腿断了。是啊，啊，我来帮你啦，来帮我啊！哎呀呀，你帮我把它丢了，丢过去了。哎，让开！谁呀你？你管我谁挡我路？老子的时间很宝贵的吗？小伙子怎么这么夸张啊？ 怎么还拔进来呢？你不要走了，把我都冻结起来。你个瘸子腿断了，你挑什么水啊？喂，你欺负病残人呢？哎呀，你还欺负老人呢？还欺负病残人呢？你走不了了，你走不了了，你走不了。那我拿钱砸死你！有钱了不起呀？你别以为你有。 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等我一下。等我踹你一脚啊！你等我一下，别想走了。你搞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那个腰部有什么卵用啊？脑壳有问题啊？走不了了你。你谁啊？过来。干嘛？他是谁？ 阿树啊，你认识啊？我们村的。他挡我路，快点过来，把我抬到出去。不认识吗？把摁在那里，我就开车过去了。过来。什么挡你路？他都瘸的，怎么挡得了你路呢？就是瘸的才挡我路，听到没有？让什么让？不让。过来，把他摁住。我要开车走了。不要拉倒。不是，我叫他儿子出来。叫他儿子出来，你叫他儿子赶紧出来，把他抱回家去。挡我时间，快点啊！哎，来到我们村。喂。 哦，是这么瞎的。阿叔家的那个儿子吗？哦，你爸啊！你爸，他在村口遇到一个非常屌的一个人。哦哦哦，你还咬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以为我没人呢？对对对，他欺负你爸呢啊！欺负一个你爸瘸子的。哦，哎哎哎！啊！你还敢咬人呢？还敢咬人呢？ 哎呀，你！喂，亲爱的，你哥不是混这个村的吗？在你们村口，被一个老饶姐挡路了，还有一个贼，还有一个肥婆，他咬人过来要说要搞我了，叫他舅哥一起出来啊！快点！哎呀，女人你也欺负啊！你不要欺负啊！咬人呢！哎呀！ 就是你打我爸的是吧？哦，我老爸，不，哎，你谁呀？没事啊。亲爱的，你来了，大舅哥呢？好痛了，老爸，你老爸，女人过来了，你原来是你交这种男人了。哎呦，你这么对我老爸的啊？这种男朋友啊，怎么会是你老爸？但是我女儿。 我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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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吗？太欺负这个小蓝呢！我第一次找香妹太急了，看到拦路我就头脑发热了。你看你的狗链都断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叼个粪桶回来，结果呀，他一下车就说帮我帮我，结果一全部把他丢过去了。哎呀，来看，一肚子气，一肚子气，一肚子气，饶了我，饶了我。我看见他我就一肚子气。你怎么这么坏呢？啊，老的你都欺负啊？都是误会误会啊！我下个眼了才看上你的，是不是？误会了就饶了我一次，饶你个！哎，先碰到我了，这是假的吗？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错了，错了。女儿，她这数字一直是这样吗？你说错了就原谅你，我那要警察有什么用？我跟她认识才几天，我也不知道她是这样的人。几天呐、啊？刚好、啊、刚好没有感情基础，赶紧不要这样说我了。你跟你哥跟你爸说一下好话。哦，这欺负到我爸头上。
跟你说好话呀、啊、你这个屌毛。但是我这么喜欢你啊。喜欢有屁用啊。就是啊，等你不行，你素质不行，就是打打我打得好痛呢。你打回去。我道歉，大舅哥，我不敢打、啊、我把你腿打断了，我跟你道歉，这个能原谅吗？我用这个道歉、啊、有个之前了不起啊。啊、嗯、我把你腿打断了，哎，剪了腿，我管你吧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错错有个屁啊，错。这个钱就是我这个认错这个补偿。那个金链也，金链也送给你了。来，十几毛钱啊，不要。这残疾人都不放过的，还有女人也打的。不是我，你说兄弟，帮我说点好话。这样你的臭钱，兄弟，像我就打你了。想贿赂我这位大美女、嗯、没什么女啊，一直是我、哎、我看见人都一直读、哎、反正我是不能接受这种人，都怪我呀，都是我惹的祸。哎呀，看上他这种渣男，你赶紧滚退回去，不然你怎么会这样子、哎、是不是？是啊，这样子退回去都分手都惊了，感觉就饶了我这次吧，分手必须分手，赶紧分了，还不管他，朝着饶不要插这条路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我看见一次我打一次，走啊，刚才推我啊，对不起啊，啊，那我们先回去扶你回去吧。我都受伤，我那个桶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哥你背一下他嘛。我捡，哎我吧，来吧，哎呦，来，我的老皮，停一下，干嘛呀？我翻了一下我的包，好像忘记拿钱了。是掉了、哎、我记得出门好像拿了，是不是掉了？坐车没钱怎么搞的嘛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都以早上都以为我带了钱了，现在发现没有，那怎么办？要不你免费搭我一次咯，做一下好人咯。免费你觉得可能吗？真的是，那我也没有钱啊，怎么办？那你做我女朋友你觉得可以吗？是不是？那都不现实了。所以说嘛，不现实。那怎么办？你说真的没钱啦、啊？是啊，那你自己看，都没有，可能是掉了、哎，真的没有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带你去我村里面赚点快钱。赚什么快钱？哎，什么快钱你就不用管了。那不行。那你没车费给啊？你肯定要。带我去做坏事怎么办？哎，不是坏事，你放心好了。是吧？那可是我又没带钱，没办法。那你保证不是做坏事，我就跟你去咯。保证啦，不会的，放心好了。那没办法了，行吧。相信我。哎呀，真的是，这头脑，哎呀，都明明带了钱了，怎么？嘿嘿嘿。喂，老牛。哎。下车先，什么车？这个美女啊，我搭客了吗？哦，今天刚好我表妹，我搭她回来，哦、单身呢、啊，特别照顾老牛你这个老光棍呢、啊。哎呀，真是高兴啊！你干嘛带我来相亲？你不是没车费给我吗？咱这样就有钱了呀，我们一人一半。真的？啊，不行吧？哎，想不想要老婆啊？肯定想了，你也知道老牛光棍了几十年，你看想的呢。老是叫你问你认有没有认识你，老是说不认识呀。怎么今天突然间要带过来了？之前拉那些妹子的要求太高了。哎呀，这个表妹我好说话，知道吧？哦，这样啊，给这个来叫我叫他给个微信你家。我老光棍，我存了那么多钱，你看，哎、哦、呦，这有1000块啊！小头的卖出卖了1000块钱。怎么给你了？你要跟他说好话哦。行，先加个微信。我都没拿手机，你忘记了？我刚没拿钱，没拿手机啊。哦，这样啊。对啊。哦，你输过微信号给他吗？是啊，啊，我也会用微信的哦。我新学会了。来，你输过微信号，进去，一定要添加哦啊！给了那么多钱，啊？可以了。啊。看到没有，微信名小燕燕、哦、小燕子。哎呀，我听到这个名字吗？醒目一点哦、嗯、晚上聊的时候出去约会的时候穿醒目一点啊。今天晚上三更半夜发信给他回不回的，你看他有没有睡着啊？没睡着肯定都能约出来了，是不是？
有事晚上三更半夜我们去聊啊。那好啊，那醒目一点哦。知道了，一定要把握机会。知道了，不然真的是无保护了。是啊，今天晚上我就请他约他去吃烧烤。啊，行啊，先走了吧，慢点啊、哦、啊，明天带他过来，我杀鸡啊。哎，你直接约他过来吗？是不是？你也过来嘛，帮说点话嘛。哎，也行，尴尬的样子啊。啊，嗯，慢点啊、哦。啊，行。小智这个人太好了，哎呀，终于把我记成美女，哎呀，不然的话真的变成无保护了。嘿，回家。哎呀，这还有一家哦。哎呀，算了，刚刚你找了那么多，我有车费给你，你带回家吧。哎呀，反正钱多不好吗？那买点化妆品啊，漂亮的衣服是不是？咦，是吗？我们一起赚嘛，是不是？再找一找。大飞，哎，小子，哎呀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真的是，哎呀，兄弟特别照顾你。今天拉客，我刚好拉到我表妹单身呢，说介绍过来给你。哦，哎呀，可以，哎，进去说，不要流口水。来，你来边吃边说啊，吃个饭先。哎呀，我家的饭菜可胃口吗？香啊，你的厨艺没有退步。哎呀，还可以啊，小燕啊，以后常来啊。可以了，刚刚也聊得这么好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那个啊，微信我也加了。啊，这个我懂的，真的是，我跟他聊得很隔心水啊。不过，你要多跟我说点好话、哦。好啊，那个是必须的嘛，这么好的兄弟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吧，我也不是很多，剩下一个月工资，我留100，我自己，这个你拿着，4000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好兄弟这么豪气，主要是我跟他聊得很隔心水啊，我也非常满意，知道吧？我也满意。是啊，你表妹也很热情，到时候我再慢慢约你出来吃烧烤、喝奶茶，好吧？喝奶茶，好吧，好，那先走了吧。那行，改天过来再喝酒啊。行，先回去吧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啊，哎呀，去那边再分吧。没事，都是那么多啊。给多一点你了。哎呦。一人几千块哦，今天是哦。那嘿啊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啊，单身的、啊、我一个拉客佬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女朋友啊？人家看不上我。我也单身啊，要不我们两个我嫁给你，然后你不用拉客了，我们天天去搞这个啊。这样啊？是啊，好主意啊。行，我也看你，哎，也是蛮喜欢的，也蛮漂亮的。肯定啦，那走吧，我们去酒店吃饭先。行，慢慢聊。明天继续啊。啊，行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赚大了！嗡，闭嘴！怎么开车的？现在这些人啊，有辆车了不起啊？哎呀，你个臭八婆啊！你在这干嘛呀？拦路！我在这里扫地呀、啊，我拦什么路啊？扫地。滚一边去！你这个人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们开车快撞到我了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别耽误我，滚！赶紧给我滚！滚！你真的这人年纪轻轻的，脾气那么冲干嘛呀？快滚！是的啊，什么人呢？现在这些人真的是……闭嘴！哎，车上怎么还有个人呢？还拿个绳子绑着，还嘴上还拿个东西塞着，这个女孩子该不会是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情了吧？不行，我赶紧想个办法。有了，刹车！你个臭八婆啊，还敢来拦路？刚才我没骂够你吗？啊，你一下来就对我指手画脚的啊，还推我，我不管，道歉。
指手画脚又怎么样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让我道歉，你配吗？我清洁工怎么了啊？要不是有我在这里扫地啊，你们开车能看得清路吗？啊，我懒得跟你说那么多，你滚不滚啊？你别弄脏了我的车。滚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听，你今天不跟我道歉你别想走。不可能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不可能，我动手了。你还敢打我是吧？啊，打你又怎么样？你这种没教养没素质的人，我惹了你很久了，你还敢打我是吧、哎、敢动手是吧？啊，是不是要我跟你过两招啊？小胳膊小腿的，你放马过来啊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怎么那么没用啊你？这小胳膊小腿的练过，牙尖嘴利的又怎么样啊？就你这点功夫，还敢动手？你个臭扫地，你都搞不定啊！我打不过他，真的是窝囊废啊，如囊饭袋，回厂里面去！真的是啊！现在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多少次机会，我都不可能滚啊！我可是不想打女人，你别逼我动手，我跟你说。哼，从头到尾我就发现你们有很多猫腻，现在狐狸尾巴快露出来了吧？啊，你发现了？哼，既然你发现了，老子一不做二不休，连你也做了。虽然是个扫地的，但是也有几分姿色。你乖乖给我上车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我为什么乖乖给你上车呀？我脑子有问题吗？啊，不上，今天先把你打趴下。你们这些人呐、啊，丧心病狂的，光天化日竟敢干出这种事情来！臭娘们，确实有几手功夫，我就不信我一个大爷们打不过你臭八婆！你们这些人呐、啊，真的是的啊！告诉你听，今天你有命挣这个钱，没命花！我看你练了几手功夫。要不然跟我混怎么样？我跟你混，这种钱你们挣得心安吗？花得心安理得吗？啊！那你发家致富！我告诉你听，我不稀罕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不需要。给你脸了！现在还是那么执迷不悟是吧？啊！你们这些人丧心病狂，心狠手辣，你们有想过人家的家庭吗？啊！女神，饶了我这一次，这次你就闭着眼睛当没看到，不然你就把我放走了，以后我就不会报复你。我打不过你，我上面可是有50号兄弟的，我跟你说。我把你放走了等于放虎归山，这种事情我如果我放你走，我良心也会不安。不行的话把那个女的卖了，那个女的卖50万，这个钱全部给你了，怎么样？就放我们一条活路。用人性命换来的钱财，我告诉你听，我不稀罕，我也不敢拿。你别想跑！我告诉你听，今天我一定要将你绳之以法。做人留一线，冤好相见啊、嗯！我们的混在道上的脑袋可是背在腰上的，你就真的不怕我们报复吗？你还敢报复我是吧？啊！今天你栽在我手里了，等一下我就把你送进去，你们两个就等着下半辈子在里面养老送终吧。那个女的，你交给你，放我们一马。保安来的正好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两个人贩子啊，车上还有一个女孩子啊。人贩子。是啊。你逮住他们，我看一下你车里面那个女孩子。哎呀，你们这两个丧心病狂的啊！放过我们，放过我们！哎，放你啊！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人贩子，太猖狂了。美女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认识他，我在家自己家菜园里面淋菜，就被他们两个拿手提袋打晕了，然后被他们绑起来。你们这两个，这种事情你们都看得出来，敢在我们村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敢在我们村做这种事啊啊！你胆子，胆大包天了是吗？啊！保安兄弟，你做个保安一个月1800，要不然我给你50万，把我们放了，怎么样？你这些黑心钱啊，
我能要吗？等会你就交给那个警察叔叔。嫌少是吧？你们一人给100万，怎么样？你一个臭手吏的，一个月就1000多而已。你就说你抓了多少个人，你才混得这两百万的？啊！你等会你一五一十的跟警察交代清楚。那种事你别管那么多，只要我钱给你们就行了。你们把我们放了。你们那个钱我不稀罕，我就算你给我多少我都不要。你们两个就等着进去。去尝尝银手镯的味道。我不去，我们两个进去吧。放开我！等会你去捉那个证人。我不去！阿婆，干仗了吧？一斤7两，算一斤了吧？4手5入啊！哎呀，以后有破烂的卖给我啊！都是1块钱一斤，现在算一斤。来，1块钱收好啊！以后捡到记得卖给我啊！奶奶们破烂啊！哎，拜托奶奶，那你先回去吧，先回去。哎，破烂佬啊，收破烂啊！是啊，你有啊？有啊，我家也有啊。我看这破烂，这么重，这有多少斤啊？1斤啊！怎么看起来不像啊？我说像就像。这人怎么这样子做生意啊？老人都坑，你说那么难听什么意思？他愿意卖给我，我愿意买，真的是，你没有你就走。有，我家有破烂。有，那你带我去你家嘞？你家远不远？不远的，走几步路就是我家了。那行，你前面带路吧。先坐啊。啊。到了没有啊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拿货了再来。要不我进去帮你拿吧。你进去帮我拿。很重的。哎呀，不好的。哎呀，那些街坊邻居看到，说我闲话多不好啊。就我一个人在家。一个人在家，你老公呢？哎呦，有什么老公？我还是单身呢。再说了，现在男朋友哪有那么好找？真的单身啊？好骗你不成呢？我做生意有一个规矩。单身的价钱给高一点，给多少啊？那个阿婆，我刚刚给她1块钱一斤，我给你10块，哎，10块一斤，十全十美哦。那你在这边等着，我进去拿。哎、你看女孩子手水嫩水嫩的，娇滴滴的，这种粗活让我们男人来干，是不是？我帮你拿。都说了不好，你看那个大妈在看我了。你在这等着，我进去拿啊。真的单身呢？真的。我又还单身，长得这么漂亮。哎，破烂佬，哎呀，都是我来拿啦！你看，哎，啊、哦，怎么破烂啊？这么重啊？哎呀，那个三明治不锈钢。三明治不锈钢啊？对啊。哦，你不像啊。哎呀，我还骗你不成呢、啊？没事。那真的单身，我给你10块钱一斤了不？可以。要不我给这么高的价钱，加个微信怎么样？那得看你大不大方啦。出手大方的话，加微信也不行的啊，小问题。我都给你10块钱一斤了，那你是不是你先称一下有多少斤才？我给你撑高一点。哦，可以。哦呦，你看，49斤了吗？49啊，算50斤好了，50斤好，我算账。也行。50斤，500块钱哦。500，没问题，小意思哦。哎呦，500。这就是你一天挣的钱呢、啊。是啊，半天。哇，这么厉害呀、啊！又长得帅呀、啊，还会挣钱。再这样夸我脸红了。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呢。哇，长得这么帅就算了，还没有女朋友啊？真的是有点可惜呀、啊，没有女朋友。都给20，520。这么浪漫。
加个微信吗？哎，加微信，加微信。既然看到你这么大方的份上，就加微信。那行。小智啊。香吗？这头像果然比本人还帅。那必须的嘛。你也跟相片里一样漂亮。是吗？微信都加了，那晚上约会啊？晚上约啊？是啊。哎呀，约会是可以，但是再大方一点嘛。哦，我懂。那再给个一三一四个、嗯，那晚上要记得带那个身份证出来哦。身份证随身携带。我们共度良宵、嗯、可以去吃那个烛光晚餐看电影，来一三一四，果然大方男朋友。那去你家坐一下。哎呀，都说那个街坊邻居看到不好，再说了现在大白天的带个男的进家里面多不像话呀，是不是？你的晚上我们晚上出去才浪漫、哦、心急吃不了肉豆腐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心急吃不了肉豆腐，慢慢来，慢慢了解。晚上先，那晚上五点我来你家接你。哎呀，你真的想跟我约会的话，我不是得穿漂亮一点，是不是？看我穿的这么土，哪里配得上你啊？你这么帅。那你穿漂亮点来吗？回去打扮好，五点来接你。可是我没有钱啊，你得给我钱、啊、给我买呀、啊。那个什么高跟鞋、吊带裙啊，还搞发型啊，最起码要好几千块呢。多少钱？你说，我给五千。五千啊？对啊。那这里有五千。哎呀，你看你，我都是你女朋友了，你不是说那个？以后收破烂的钱都交给我保管吗？是不是？没问题，全部给你了。这小意思啦、啊，我都坑几个阿婆，我多收几个阿婆了，我就赚回来了，哎、半天的收入而已了。做生意、哎，我真的是没有看错人。以后你就当老板娘了。可以，那你先回去打扮一下，回去洗干净一点啊。哎、那我先回去，我也准备出去买新衣服。你晚上来这里，在哪里等我呀？直接来，我骑这个车来接你回去啊。哎呦，你就骑这个车啊？啊，这个车的话比蚂蚁还慢，我觉得你还是在村口那里等我得了。村口啊，在那桂树上面那里等我。也行吗、嗯、拜拜拜拜，晚上不见不散。嗯。哎，奶奶、哦、哎呀，我你以后啊、哎、那个有破烂呀、啊，不要卖给那个破烂佬了，他是坑你的，他专看你们这种老人，知不知道？以后有破烂了、啊、你让我帮你卖啊！来，这个钱你拿去买点衣服，天气也冷了。他还想做我男朋友，是老人他都坑，我把他微信给拉黑，给他点教训。这点钱，来，再给你点。我自己留点去买衣服就得了啊，那改天我再过来看你啊。嗯。哎呀，到贵叔这里了呀，刚好五点了，叫香妹出来先。香妹，我已经到你们村口贵叔这里了，快点出来，记得带上身份证吗？啊。咦，妈的，这个村没信号了吗？这么差，打个语音电话。我操，怎么打不动？感到，我找这个女骗子，居然把我拉黑了，我几千块钱呢，我记得你家。找你去！哎，谁啊？哎，放开我！包，我的包呢？我的包呢？傻子啊！我的包在哪里啊？你真看不见啊？我看不到，帮我找一下我的包。包，我的包呢？来，我还给你。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好心人，谢谢。人倒是长得挺漂亮的，
不然肯定能卖好价钱，可惜是个沙子，算了，不要了。也太猖狂了吧，那个不是我们村香麦吗？不行，我赶紧打电话通知一下她老公呀。喂，毛驴啊，你老婆香麦被人家抓走了，就在你家门口，我亲眼看到，要不是我装瞎，她也把我抓进去了。你现在赶紧回来，我们去村口那个保安那里集合，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保安。好，打电话给保安去。喂，保安啊，我们村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那个毛驴他老婆香妹被人贩子抱走了。对对对对，你现在不能分心啦、啊、我已经通知他老公了，我现在赶过去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搞了个金疙瘩，发财了。百万到手，走走走。丁哥，丁哥，喂，丁哥，熄火。谁呀、啊？警察啊？谁呀、啊？我是这个村的保安。保安服都没有，什么保安？衣服那村委会没发。别的村保安看到抓来就放行了。哎，你想闯卡啊？你还想强行了是吗？啊，你就1800工资，你屌什么屌？看到抓来你就要抬杠了，你是为我们服务了。为你们服务？不行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今天是特殊情况，然后才检查的，才设卡在这里拦截。什么社会能有什么特殊情况？打仗啊！我们村有一个人贩子，把那个毛驴的老婆给抓了，香妹，我要检查一下。检什么检？我的车是你捡的吗？我这豪车你碰得起吗？碰完你赔得起吗？我也没碰啊，我就说检查一下。你把车门打开，我检查过没有人的话，我就放你过去，行了吧？我赶时间，别搞这些，别搞这些有的没的，我要检查。车里没人，车里没人，你干嘛要拉着我？我里面有贵重物品，贵重物品你跟着我过来检查。你这是给脸不要脸了，告诉你！哎呀！人贩子，老实点，老子不是人贩子，你就是，你个人贩子，赶紧放了我，是不是你抓了我们村的香妹啊？是我要怎么样？啊，是你就别想跑了，跟你说，老子可是混的，你就一个小小保安，那我要你命，你知道没有？我不管，我要尽忠职守，你别想跑了，住手！靠边去。你别跑！老实点！你别跑！我撵过去！别跑！你个人贩子，你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抓住！跟你说，小妹，快点！妈！有没有看见我老婆被人抓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有一个开着一辆白色小车的人。有没有看见我老婆啊？我怀疑他就是人贩子，把你老婆抓了。那他长什么样？一个剃着那个寸头不像寸头的，还穿了个短裤的。对对，就是那个人。行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先报警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被他打断腿了。完了完了，现在的人。喂，110吗？对，我要报警。我们这里是富贵村的，对，我老婆被人贩子抓了，开着白色小车，车牌号码是691的，白色的车牌691，对对对，啊，
好，你们现在就出警是吧？好好好好，那是我老婆叫香妹啊，好好好的好的。你看他总是，要不就打电话叫120来吧。啊，行。太猖狂了，这些人贩子，哎呀。喂，120吗？啊，对，我们村富贵村这里有个保安，他脚被打断了。被人贩子打断了。对，你们现在。快点开急救车过来，拉他去医院。啊，好好，你好，好的好的。哎呀，你先忍一会儿，保安呢、我们先过去追一下。行，等一下救护车就来了。对，你先忍一下，走，快点过去追。走去追。